免疫治疗呢，目前是在肿瘤领域呢是一个研究的热点。那么在某一些肿瘤，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胸外科比较常见的肺癌，那免疫治疗有一部分病人他可以用，而且效果也不错。比如说黑色素瘤，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啊，那么食管癌的免疫治疗呢，也是有人在研究的。据我所知，比如说有一个 K 药，他们有用于这个食管癌的治疗，啊 ，K 药就是这个叫可瑞达，这个国内的商品名叫可瑞达。那么这个药呢，对食管癌的免疫治疗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它是最后的结果呢，得出呢，它并不能提高食管癌的这个生存率，就是说效果目前临床效果还不确切。目前呢，所以说对免疫治疗这一块来讲呢，在食管癌上面这个应用呢还没有作为正式的临床来应用或者正式的推广，所以说目前到目前为止免疫治疗我们还不能。